我在这里带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全世界堕胎的婴灵小菩萨们，礼请您老人家给他们做三皈依。好，这个地方，谢谢师父，大家已经预先准备好一份皈依证。这是小菩萨们，他们想得到您老人家的皈依。啊，这是个皈依证啊，我在这里念一遍啊。师父，我要皈依三宝证书，二舍离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这个念三遍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啊，就念三遍。自有全球堕胎水婴灵菩萨，至诚归向三宝，礼请净空法师为三皈证明二舍离，更取法名曰妙音，从今以后尽此行受，是依佛为师，是学法藏，是敬僧众，与佛教戒，信受奉行。啊，三皈证明二舍离净空。啊，这个皈依的仪式，这是一个总的啊，全球。往后，我们每天都要跟你们做皈依。为什么每天是当天的？当天被堕胎的这个水婴灵啊，每一天全球都有啊，所以每一天都给你们皈依啊。每一天，这个世界上杀害的一些动物啊，被杀的、被吃的，不知道有多少。我们每一天也要为他们皈依啊。我在讲经，每一堂经都把讲经功德回向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认真听经啊，听经觉悟，发菩提心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在极乐世界闻法修行，圆满成就佛道啊。谢谢大家啊！无限的感恩师父，感恩您。